你还买了一盆草啊？这是薄荷，能够清新空气，还能够调酒喝。原来薄荷是这样种的呀。薄荷的花语是什么呀？高尚的品德。一般花语不是都跟爱情有关吗？我查一下。我说是就是，我还说不是呢，装什么霸道总裁？薄荷的花语，永恒的爱情。看吧，都怪你尴尬了。我走了啊。那个新密码是00051。啊？新密码是00051。哦。那你的生日？我跟财神的生日。金牛座挺好的，适合你。我还有一件事，协议写好了，我去发给你。怎么了，慧姐？赵丹平代表蓝总10点到律所来，电话里听起来风暴指数10级。老金昨天晚上又飞西安了，你到了律所直接来我办公室。我知道了，我先确认一个邮件，然后就来找你，稳住啊。